一直跟大家说，有用的生命，它就是价值。所以常常想，此际人啊，从凡夫成菩萨，菩萨走入人间，所演苦难众生。苦难众生，只要跟这样发心立愿的菩萨一接触啊，苦难众生就有转变的人生。所以我常说，这一切慈济人啊，是人生中的贵人，对苦难人有很大的帮助。只要有因缘啊，你就可以帮助到他，让他翻转人生。感恩这几十年来啦，菩萨队伍越来越浩荡长。我常常说，千手千眼，万手万眼，多一个人都两只眼睛两只手，多十个，多百个，千个，万个，他们的手都会去扶持了多少这样的老人家。所以各位菩萨，我们呢要见人说慈济，见人呢就要度人入慈济，因为你都度了一个，都牵了两只手，都增加两只手，这样普天之下多少老人家都会增加了手。这样陌生而有缘的手，我们就把它牵引来，为未来的这样的老人家，越来老人越多啊，这个老人社会呢，包括我们在内哦，但是我们这一群老人啊，来看那一群老人，我们这一群老人还可以伸出双手去牵扶着那一群的老人哦，但是我们这一群呢，将来还有如我们这一群的未来的那一群人，他们就是等待着我们现在的这一群人去接引啊，未来能辅助，就如我们现在这样年龄的人。所以一代看一代啦，哎，代代相看落去，这都是那现在做一搞，人人要做啊。就亲像师父，我嘛得真珍惜，我家己有偌多的难，我无法度去看人，
但是呢，只要我声要出得出来，哪怕啦，爱出偌大力啦来讲话，只要声出得出来，我就愿意把握因缘，把握时间，我总是要讲，总是呢。出家，亲像现在已经要无声啦，我还是呢要鼓励大家，我们呢真的要来把握时间，很感恩呐、啊。过去几十年，30多年前要盖医院的时候，我有口号的喊出来。福田一方，要天下善事。新年万里，照慈济世界。我现在喊出来，有一群可以响应这样的声音出来，表示呢，他们自身，表示他们呢。总是有人口口声声这样的传的、听的，表示了记忆还好，用心存在，这样能再响应出来的，这表示呢还有能力去付出，或者是听了。明明还记得，不出声音，这就是知啦。看您做啦，叫我做较困难啦。这一类的人还大有人在，我很期待。这听知啦，声出未出来的人，爱出声出来。看到了，手伸不出来的人，要伸出去。所以要多说啊，要多做啊。看我们呢，看到了手嘎的呀，没有价值的手把它丢掉，有价值的手把它捡回来。多么用心，花心用心伸手做环保。今年的环保30，我们呢要声声赞叹环保人呐、啊，花心呐、啊，他们呢把师父的话听进去了。这师父的话都真有价值，因为呢，他们听进去，听进去呢，用出来了，在我就会感觉啊，我这世人无后悔啦。可是呢，用在心里，那伸手去做，付出了，他的这一生呢？才是成就生命的价值。这各位菩萨，我们呢要懂得什么叫做价值观，爱怎样？因为这个给大大形成在我们的因缘，我们呢将来就是要把这样有成就的因缘带走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这种的造福人情的业力福业啦，我们呢纷纷起福，纷纷积福啦，功修功德
婆修婆德啊，公家公爸，婆家婆爸啦。所以呢，伸出去那两只手所得的啦，得来伊的生命的价值。所以讲，各位菩萨，师父一直拼命讲话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生命价值。那要法要入心，那我们呢，要用心伸出来你的双手，做对的事，做就对，这就是成就我们的生命价值。